有的烟雷已经出来了。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，我回来了。今天我们吃啥子？我一直都是想吃很久，但是一直都没吃的硅胶饼。他们说这个很辣，但是我又喜欢吃了。之前它很火的时候，我说吃，但是一直都没机会的。前几天我不是说我买硅胶饼了，今天我就可以搞一下。此时此刻还在隐隐真真的拔将，丝毫不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。把这个拆了，才从冰箱头拿出来的。哎呀，还没解冻。巧克力味非常浓。这是用纸巾的炸鸡块。有感觉，看着没有，有的眼泪已经出来了。但是还没我想象中的辣，还可以接受着了。还在嘴硬呢。我看网高头很多为主，硅胶饼是真没得，那是。说的不就是你吗？这是深度来天深的劲儿了。鼓起勇气。我做到了，还行。